都在这儿啊！哎呦我天，今天这热闹，那什么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站着，这能嘚瑟呀？赶紧打电话。哎呀，你这是，行，这就打。打。喂，李婶啊，我是保安于小脸儿。哎，对不起呀，李婶，因为啊让别人拿错了您的快递，对不起，李婶。放心，您听我说，以后我一定按照保安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。今天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李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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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听你说，哈哈哈哈，刘大爷呀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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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行，那今天我也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呀，刘大爷，我打错电话了。于小脸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啊？ 最近工作怎么总心不在焉的呢？电话打错，快递你给人拿错，你还能干点啥？不是田经理，你不知道我爸上个礼拜掉沟里了。<笑>你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就问呢，我说爸你有事没啊？他这口口声声说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你好好工作。他越这么说，我心里越惦记啊。你这事也早跟我说呀，你这样，明天给你天假，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去。 谢谢，谢谢田经理。小脸啊，以后这个快递啊，必须得本人签收，千万别弄错了。放心吧，田经理，我以后绝对把这项工作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。好，于小脸，我相信你。经理，<笑>千万别弄错了啊。好嘞，你忙吧。 既然我的动作他也会，咱今天好好站岗啊！我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明天我有脸见我爹呀，对不对？老同学，这家伙啊，朋友们，上眼看一看呢，这以为李远来了一个喘气的大元宵就上台了啊？ 这咋的啊？走这两步还把馅儿整出来了？这是黑芝麻馅儿的，这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作为董事长的司机啊，要随时随地都注意形象。哎，不是，装啥呀？不是你这回来干啥来了？啊，你说我想起来，那个这个啊，放你这儿，老重要了啊。还这个放我？你看我这东西哪个不重要啊？还非得这个东西重要吗？ 其实我们董事长从外地寄个小米粒儿来，董事长啊，一会儿小米粒过来取。你说的那个董事长，是田妹妹她爸给送来的？你说啊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啊。我说纳闷，你说我这好奇，你这里边能送的是啥呢？你说，总之，好的寓意，啊，好的兆头，好事将近。行行行，哎呀，这家伙。 还家整那挺会嘴词儿，行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先问问你，我走了。知道吧？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还这啥这拽词儿？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。妈呀！好事将近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于小脸！我刚才看见你同学了，人家摇头尾巴晃的，裤衩脑瓜插画本里边中上了。<笑>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快递呢？小倩啊，你先别回去快递的事儿了啊，研究研究你当伴郎的事儿吧。于小脸啊，恭喜你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是我结婚，谁呀？田笨笨。田笨笨要结婚了？对，太好了，小米粒就属于我自己了。他跟谁呀？小米粒。谁？小米粒。 哎呀，我说命运呐！啥时候了？还蹭还蹭！啥种事儿啊？就刚才，领证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他爸派司机给送聘礼来了。聘礼搁哪的？这不就是快递吗？啥快递呀？你没看见我的同学吗？这后老棒那个在树里那个，就他说的，那家伙。 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，田妹妹和小米粒要好事将近了。没事儿，好事将近不怕，
不没结婚的吗？啊，没结婚就可以公平竞争。